好啦，加油啦！蜻去了，太阳很大，今天打母光。Hello， 大家好，今天来讲解一下这个自重的吊组跟非自重吊组如何切换。那这几天呢，就是有都去海钓，所以就想到一些问题，那就是，如何在自重浮标跟非自重浮标做一个快速切换？那
我后来想到一个就是比较快速的方法，因为这个其实自重跟非自重各有优缺点。对，那其实，在很久年前哦，我就已经有在用这个东西。那从早期嘞，从浮标嘞哈，就是哦，比如说这只浮标，从早期嘞哈，把浮标嘞包这个铅哦，让它产生重量。这重浮标的话，主要就是它可以快速展力。那我后来就是想到说嘞，我干脆嘞就是用什么，用这个，哦，用这个。一个别针，然后呢，我把比如说这个是一个一钱标，那我就把一钱的这个转环铅，就不把它直接接到那个母线上，就把它接到什么，接到这个里面，把它扣过去，有没有？然后呢，我再把这个线转过来。扣上来，就变这样了。所以它就变成说，这个浮标呢，它会在水中的时候可以快速站立，然后剩下的就是这个是一钱嘛，搭配一钱，但是它其实还是会多出来，那多出来就会接到这个下面的哦，这个母线的这个咬铅上面，然后呢再接一个小的八字环，就可以连接出来。所以我在这个连接上的话呢，我的浮标，这是我的浮标，那我的浮标上面呢就直接连接了，连接上我的转环铅，然后呢就直接接过来，接过我的母线，因为这个别针嘛，就接上来，那母线上面就会接到我的咬铅，那咬铅再接一个小八字环，这个看你自己要调多米。然后呢，线组的话呢就调哦，我一样还是会习惯吊双钩啊，就这样子。所以这样子就会产生一个现象哎，第一个，它这边就比较轻，所以即使你是两钱的标或者是三钱的标，一样可以达到一个比较自然的效果，它就可以自然缓程下降哦。那自然缓程下降的话呢，对于这个鱼的警戒心自然而然呢就会降低哦。它的钓组的特色就是什么？自然度高了。这是它的一个特色。好，那再来就是什么呢？风大的时候可用。即使风浪大的时候呢，你自重浮标的话，相对来讲会比较稳定。好，在流速比较快的时候呢，它相对比较稳定。但是呢，你的钓组可能就是要调整。好，你的线呢一定要能够张开，张开在一个适当的范围。好，那它就会比较在这个钓场里面就比较适合。好，所以这个也是需要练习。那自重浮标的话呢，因为它浮标直接站上去之后呢，它立起来。所以在讯号传达上来讲的话呢，会比较没有那么直接。所以如果是一个比较小一点的讯号的话呢，通常是没办法呈现出来的。那这个就是它的一个缺点之一。那如果是非自重浮标，那就不用讲。这个红色的转环现在就移到这里来。那这边就是看你要调敏还是要调钝。所以呢，自重浮标的话，因为它是直接来靠铅把这个线打直，所以呢，它的讯号传递就非常直接，它就非常直接传递到这个上面来，那直接呢就可以看到比较小一点的讯号。但是如果说你是比较轻的浮标，在风比较大的时候呢，你用这个非自重浮标的话，会比较难抛头。其实这个自重浮标有点类似什么阿波。但是我觉得它跟阿波来看的话呢，它反的讯号呢非常灵敏，而且非常直接。那这几次呢，去鹿北钓，可能大家有看到影片，那前两次，就是前两次钓鹿北钓的话，其实我主要是用这个一钱标，
服吗？主要我是用这个，主要我是用自重的一千标，所以呢可以抛射的抛投的来讲呢，比直接用非自重一千标的还要远。那抛出去之后呢，线组张开，所以呢就比较自然。那刚好呢，我觉得这个以黄尾瓜来讲的话呢，它其实吃饵是吃蛮沙的，但是你自然你的钓组自不自然呢，也会影响到。所以我发现到我前两次用这个自重浮标来钓的比我用直接自重的浮标要好。但是呢，我非自重的浮标呢，有钓到什么比较好？我钓到的东西呢会更多，因为我讯号明确，而且我可以直接呢到我要的泳层，不会缓缓的下沉。所以呢，如果说在我要的泳层里面有鱼的话，讯号可以直接传达，我就可以直接拉杆。所以我发现到其实各有利弊啦，就看钓友怎么取舍。所以呢，这个改很快嘛，就是说，万一你说你用不习，你突然之间觉得我要用非自重，那这个好处就是说，你可以直接把这个别针拿下来，然后把这个转弯线直接拿过来，直接接到你的母线上面。不嘛，不要自重，好不好？接下来。所以在这个连接上来讲的话呢，它的切换是非常方便的。万一如果说你已经改成自重，你是用铅包住这个钓竿，或者是说你用这个铁线缠绕，那你要再立刻再改成非自重的话呢，其实就比较困难。当然这个当然没有直接缠在这个上面勒还要好，因为它鱼浮标的这个配重，就它重心会改变，当然重心呢会往重量比较重的地方倾，所以呢这样子弄的话呢，会导致这个浮标的重心会往下。那如果你包在上面的话呢，可能可以保有这个浮标的重心比较偏上面，所以各有利弊。但是我是觉得还好，没有说差异到非常非常大，我也不是说一定要追求到这么夸张完美。所以呢，这几次来讲的话呢，发现到说自重跟非自重呢，在切换上来讲的话是可以的，是可行的。所以呢，当你把它切换掉之后，你这个就可以把它剪掉，剪掉之后呢，你就直接接上这个转弯铅，一浅的转弯铅在上面就可以直接做掉，就可以做快速的做掉，快速的这个切换，那可以省时间，避免说呢，你那重绑一堆，然后呢。浪费了一堆时间，搞不好嘞流水过了就不咬，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个是小小的心得啦，分享给大家，那可以参考影片，就是钓黄尾瓜前两步，是用这个，还有去这个哪边吸体，有一步是用这个非自重的，那其他都是用这个非自重的。所以你可以看浮标，浮标如果是这一支的话，就是比较明显的话呢，杆就是上面这个头比较明显，那个就是我用这个自重浮标，改成自重浮标。那这个就是，如果说万一还有个好处，就是说万一你真的没有带到比较重的浮标，你用这个自重浮标的话呢，也可以控制你的线组的流动，就会比较好控制，就这样。好，分享给大家，那我们下回再见，拜拜。